呢班嬌滴滴嘅女士，冒住性命危险参加一连串亡命训练，挑战个人极限。佢哋系等死梁子君。时间1997年5月10日清晨时分，地点西贡某偏僻海面，人数12人。佢哋要接受严格训练，之前要签生死状。到底训练嘅目标系乜嘢呢？ 我哋目的最主要就系想啲年青人有多啲机会接触大自然啦，因为我最主要就系我哋攀山教练啦，同埋到木舟教练。喺考教练嘅时候咧，我发觉咧好多嗰啲年青人咧都冇呢个应变嘅能力啦。见到啲危难嘅时候咧，都唔知点样处理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哋俾啲危难佢，咁等佢知道下点样处理啦。咁我哋做完之后咧，再讲翻俾佢听，佢应该点样处理会好一啲。即系见到危难都唔使惊嘅。希望佢能够保持镇定，同埋识谂。 逃生训练第一关，高速拖行，装备包括高速快艇、救生橡皮艇、绳索同埋救生衣。训练目标系增强参加者嘅意志力同埋坚强个性。呢一关嘅挑战者系 Wendy， 今年25岁，职业系贸易从业员。睇佢气定神闲，似乎信心十足噃。训练开始，首先用快艇将 Wendy 运出海中央，然后叫佢落救生艇度。呢个时候。 快艇加速前进，画面所见，只快艇开得非常之快，最高速度可以接近30海里。海面风浪非常之大，考验 Wendy 嘅毅力，最后佢都被抛落海啦。跟住训练人员将。 少少啦，但我见到你同佢都斗争咗好耐，先俾佢抛落水喎。我已经尽量揸实噶，但唔得啊，太高啦个浪。抛起嗰阵时点样噶？好唔好玩啊？好啊，有冇嗰个离心力咁样噶？有啊。逃生训练第二关，危急跳艇。装备包括两艘高速快艇，目标系训练参加者遇上海难嘅时候逃生应变。 呢一关嘅挑战者系陈婉娥，今年24岁，职业系文员，睇落去非常冷静，会用平静嘅心情去接受挑战。训练开始，两只快艇分别快速前进，速度30海里，两只艇亦慢慢接近啦。陈婉娥亦都作好准备，大家见到佢起身，随时跳过去，不过时间唔啱，呢次结果系失败咗。 第二次机会又嚟啦！陈婉娥深呼吸，作好准备，跳成功啦！跟住陈婉娥仲要向更高难度挑战，跳去民军坐紧呢一块，我哋可以睇到两只艇行驶嘅速度唔同，掌握好重要，稍一犹豫都会跌落海。大家睇咗啦，睇下成唔成？ 成功啦！你哇，好惊啊！好惊啊！好惊！好惊！咁大胆啊！咁样唔系啊，因为如果唔跳咧，咁唔知会点噶嘛。